看一下我有没有喝醉。我去一下厕所，你帮我保管一下。你是不是喝醉了？你那边好像有点红哎、欸，你要继续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喝，没问题。好，我觉得这应该80%的男生都中。安、啊、你好，我是安安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做了男生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做什么举动会让女生晕船的企划。这次我们一样找来了周末偷拍社的女生们来拍一集企划，让我们欢迎他们。来来来来来， yeah! 请坐请坐。这次是四个漂亮女生一起拍企划，应该画面有比较好看一点吧？是四个哦，不是三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艾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雨舒。如果喜欢恋爱综艺节目，或是喜欢看恋爱实境的人呢，可以去上 YouTube 搜寻《周末脱单社》或是《玩家制造所》，很多精彩内容在这里哦。也会有晕船内容，也会有小心机的内容。那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，就是在酒局里面，女生做什么小心机会让男生心动，会让男生突然有那种心跳蹦蹦蹦蹦蹦蹦蹦，啊啊，中了中了，然后啊啊，你们自己之前可能在约会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聚会里面有没有看对眼的男生，然后你就做一些什么小心机，你可能偷摸他啊，或者是这样子拉拉衣角啊，喷香水算吗？这样子这样这样，然后转一圈之类的。其实我的蛮特别的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那种就是会做一些太女性化的事情，哦、对对对，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吸引人家的目光，嗯、所以我就唱了那个使劲摇，太嗨了，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红桃姐姐，绝对是全场的焦点，一定是。然后男生就被看到吓跑，没错。重点是有成功吗？没有，所以现在才要来参加周末脱单社。没成功的事情不可以这样讲出来哎、欸。那雨舒呢？我可能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锁骨还行，锁骨还行，怎么漏？娘啊！我觉得这样会中哎、欸。可是我看雨舒你的锁骨很深哎、欸，你刚是整个这样凹哎、欸，是这样，超级大，你们可以放十个硬币，超级大呀、啊，全穿就这样子。我们这次就是会办一个小小的比赛，我特地上网 Google 了一些就是会让男生心动的小心机，然后要交给你们。我们就会抽签决定看你们抽到是什么举动，然后我们等下会有一个比赛，总共有三轮，每一轮都会有一个直男来作为评审，然后你们要一个一个对他做出那样的举动，最后他会选出那一轮的一二三名，最终赢家呢，小编就会送他一杯心动特调，告诉他心动女王。比赛就准备开始，心动的 cream， 比赛要开始，不要玩了，开始，开始。我好像有点醉了，可以陪我去外面散散步吗？行啊，要去哪儿？就楼上外面。嗯，好啊。小林觉得如何？这样会心动吗？应该不会吧。真的？为什么不会心动？为什么会？他这样讲悄悄话不行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满分五分，我给零分。为什么你又无动于衷呢？我要做什么吗？他刚刚这样子靠在你的身上，没有感觉吗？没有啊。你到底是不是男生？我先问。我是啊，我喜欢的是女生。女生。要确定哦、喔。那你觉得这个一到五分几分？好，我觉得刚刚比较好哎、欸。刚刚你说上一个吗？对啊。相较之下，拿个东西而已，没什么特别的、啊。真的、哦，可是你没有感觉他很靠近你的身体，然后你会有一种哇，心动感。因为我是钢铁粉。小林又没反应，小林你怎么了？没有怎么了、啊。这个也不心动吗？我觉得还好哎、欸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为什么？刚刚三个人都不满意吗？
就还好。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啊。不行，我要请在场直男帮我评估一下，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怎么可能？我肯定没问题的、啊。来，摄影师，他的问题，他的问题，请点头。摄影师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是他的问题，但你还是要先选出谁是第一名。我是第一名。好，第一名。啊、可以自己入座吧？轻声细语可能会比较有那种遐想吧，可能啊。在耳朵，然后吹气的感觉。吹气先不要，我可能会觉得说 what the fuck。那第二名呢？第二名哦，那应该有肢体接触多一点的会那个。Q Q。三分的是萱萱，然后两分是爱婷，一分是雨舒。好，我们进行下一轮。耶、yeah, ，谢谢。我希望下一轮的直男可以给我一点面子，好不好？感觉薯条蛮好吃的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又没吃。好热哦，你看一下。我有没有喝醉？盐是不是真热的？有一点，你还好吗？你要不要脱外套？没关系。好，可以站着，可以。可是还行哎，那我趁机自己先出。一到五分，这个有几分？一到五分哦，我就有四分哎。哇、啊欸！我喜欢就是那种趁机不小心摸一下摸一下。哦。